二哥啊，那个经理给我的，大爷说加工一下子，做的好吃不差钱。这啥呀？腰子，羊宝。羊腰子、羊宝，这玩意可是好东西吧？来来，我给做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做，这都新鲜的哇。这还要啥加工费啊？来俩腰就行了。今天你得操作吧？今天我给操作。二蛋姐说，咱们先把羊宝这层膜给它去掉。不是你这刀工也白扯呀，我说。要不我给你来吧。哎，你快来吧。现在羊宝呢要给它改成十字花刀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刀工也白扯吧。哎，还行，比你强点。这种刀法不光美观，而且能让它更加入味儿。说实话，二蛋的刀工也不咋地。羊宝一切两半，然后刀倾斜45度片片，最后再扭转过来把它切成丝儿。这些都是建立在不切断的情况下。那么它成熟之后呢，就会成为菊花状。那么羊腰呢也这么切，外面的筋膜和腰臊子咱们不用去掉啊，因为它本来就很小。如果你去掉这些呢，它就没东西了。今天让加工羊腰子的这位大爷啊，绝对是个养殖大户，一次就杀这么多羊。来了，再切点葱头，切点辣椒。哎，红绿辣椒、洋葱，咱们全部给它切丁，菜才能整明白。好，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现在开始操作啊。那么接着老于操作，二蛋给大家解说。羊宝凉水下锅。哎，年轻人不能多吃这个。哎，吃多了上头。水开打去浮沫，倒出。有花吗？我看看。有花，有花。凉水下锅啊，把腰再焯一下，同样去去腥，去去血腥味。不是说我解说吗？你成了你解说，哎，不要抢我台词。那么这个羊腰呢，也是水开打掉浮沫，倒出备用。刘叔来菜了，直接把我给撵出来了。那么咱们暂时从老于的身后进行拍摄。盐呗，盐。来两勺盐给它码足底位，然后搅拌均匀。哎，对，拿淀粉。最后再给它抓上两把玉米淀粉，均匀的包裹在食材上面。你别看老于平时嘻嘻哈哈，他家呢有5000多平米的草场。5000亩，不能。草场不能弄。对对，5000亩，每年租金啊都有好几万，可以说他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那么做厨师呢，只是他的兴趣爱好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老于这个牙是真的假的？老于这牙为啥这么好？就是吃肉长大的。咱们言归正传啊，起锅烧油，油温60热的时候下入羊腰和羊宝，哎，换个地方。然后咱们中火浸炸，炸至定型之后给它扒拉开。在你下入这些食材之后啊，油温呢就开始下降了。咱们要把它捞出来进行复炸，油温再次升到60热的时候，咱们开始下锅。二蛋悄悄告诉你，他放淀粉放多了，你看都沾上一坨了。羊腰和羊宝炸至干香的时候，就可以捞出控油备用了。炸完了油，咱们倒出来，然后把锅具简单清理一下。咱们在操作之前啊，热锅凉油给它润一下锅，然后热油倒出，锅中留底油。来点葱头丁。老于又抢我台词，青红椒丁，大火翻炒出香味儿，然后下入辣椒油，再炒出辣椒的香味儿。你看老于脸皮多厚，去蹭别人家的孜然面了。来点孜然面，还辣椒面是吧？辣椒面、孜然面，搞里头，加入主料。羊腰、羊宝倒入锅里，开炒。那高工也白扯。这下终于轮到我了吧？老于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。这个时候，老于猛火加持，快速翻炒。哎，出锅之前喷点红油。咱们内蒙的羊下货呢，没有那么膻，所以不用加料酒什么的。出锅之前一把香菜。简单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。那么接着咱们看老于做的这道菜究竟如何。老于从小吃手把肉长大，而且这个锅来啊毫不费力。装盆儿，你这个菜炒的有点像黑暗料理。哎，白瞎二蛋的刀工了，我可是都给它改成十字花刀了，结果没炒出花来。这也不能怪老于啊，咱们菜谱上根本就没这道菜，这个菜呢也很少去做。还是上菜吧，让老爷子尝尝它究竟如何。今天啊比较忙，大厅还有50桌婚礼，咱们去看看老爷子吃的究竟如何。哎，老于啊。哎，老爷说炒的挺好吃的。哎呀，特意给你留了一碗。这老爷子实在人吧，没少给我留啊，留这么大一碗，我给尝一尝。啊，这老爷子品味也够差的啊。到位，二蛋给尝尝吧。嗯，吃起来是干香油啊，就是这个品相差了点，应该是咱们这个淀粉放多了。老于呢，今天如愿以偿吃上羊腰子。那么咱们这个羊腰呢，该收这位老爷子多少钱呢？如果喜欢我们俩解说，我们俩操作的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关注“早腰”，大家好好做饭，我们下期见。